我是在海边长大的，我和爸爸相依为命。我跟他的关系就像是兄弟一样，我们经常一起聊舞蹈、聊生活、聊姑娘。爸爸喜欢领我去海边，每次远行没有嘱咐也没有不舍，就简简单单的。马上要去北京了，我偶尔也会想他吧。燃烧吧，少年。有请九头蛇郭子凡。他算是穿的最像出来跳舞的了，这个春春一定会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舞蹈，我们真的没有一个都没有。可是我很怕蛇的。哎，没有，他可以跟他一起翻完这个翻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樱花盛开一刹那，爱情的花瓣很快就落下。嘴巴对我很牵挂，别总算问我吧，就让他想回家。有了爱会发出光彩。怕蛇也要学，这我也会。电话都放出来。哎，我们总算有一个跳舞了。对呀。咪咪哆咪嗦咪拉，哎呦 ，Come and dance with me。咪咪哆咪嗦咪拉，哎呦 ，Come and dance with me。Come and dance with me。他是武术班的吗？绝对我们对，绝对我肯定。他跳的是另外一种舞，是武术的舞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子凡，我今年17岁，来自山东青岛。我怎么突然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玉春会选他呢？好像小的都被春春挑走了。因为你刚刚的舞蹈很吸引我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中国舞。你要来一下小夏吗？我不想。那为什么叫九头蛇呢？我就是喜欢这个词，我觉得很酷很霸气。我觉得您很有性格啊。是吗？好，我们来宣布你的结果。选择你的这一位，李宇春。把我们的平均年龄就已经奠定了深深的基础了。